Hello， 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六福村是在 Hello 动物直播，再过两分钟就要开始喽。嗨，荧幕前面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我们六福村是在 Hello 动物直播，现在就要开始喽。那么，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，我叫做 Tina。我们今天要介绍哪一位动物好朋友呢？哦，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的呢是蓝头皱盔犀鸟，它叫做甜甜哦。那我呢是它的饲养员，我叫做佳媛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甜甜啦，大家好。哦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它会叫做犀鸟呢？为什么叫做犀鸟？我要请在手机前面、电脑前面的朋友来看看我们的甜甜，它的嘴巴上面有什么？好像有个凸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凸起呢？叫做喙突哦。为什么叫做喙突呢？这个喙突啊，就像中古世纪呢，有些战士啊，他们戴的头盔上面是刚好有个弧状的凸起哦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它跟犀牛角一样，甜甜，让我讲完嘛。它跟犀牛角一样，它是中空的哦，那也是角质的外层呐、啊。那这个呢，对于公犀鸟来说呢，是让它们打斗还有吸引母鸟的地方哦。那呢，因为跟犀牛角一样是角质外壳，所以是犀鸟的名称由来这样子。甜甜，原来如此啊。看来我们甜甜今天还蛮热情的呢，哦、超热情的。对呀、啊，那我想要知道，我们要怎么分辨它是公犀鸟还是母犀鸟呢？好的，这边呢，我们呢，甜甜呐、啊，它是属于泥皱盔犀鸟。那泥皱盔犀鸟呢，它们有个很大的特色哦，是什么？就是它们全身的主体颜色是黑不隆冬的，全身都是黑色。但是呢，它的尾巴是白色的哦。那如果是小男生跟小女生，很好分别呢，怎么分别？看他的头发，看到甜甜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？是黑色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小男生哦，不一样，很帅气的，他的头发呢会是淡棕色，有点像是挑染的金色一样，很好看呢。只不过啊，有一些泥皱盔犀鸟呢，他们比较不一样，像花冠皱盔犀鸟呢，他的公鸟呢，它的喉咙不太一样哦，甜甜它的喉咙是蓝色，对，它们的喉咙是黄色的哦。那另外一种松巴皱盔犀鸟呢，它们的尾巴则会是黑色的，非常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有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的甜甜啊，它们在野外啊，会不会乱咬人啊？会不会乱咬人？对啊，天哪，这个问题可真是问倒我了，因为甜甜它们在野外是住在森林里面哦。对，森林里面基本上应该是不太会乱咬人啊，对，他们这都是住在树上的这样子。哦，所以说他们不太会接近人类就是咯。对，不太会接近人类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平常都喜欢吃些什么食物呢？他们平常吃什么食物？我们的甜甜呢，他们呢在野外会去吃森林里面树上的果实，还有很美味的浆果，以及一些啊
小型的脊椎动物，像是青蛙啊、蜥蜴等等这些。哎，我要再请大家看一下甜甜的嘴巴，好不好？为什么看到嘴巴呢？因为他们嘴巴是很厉害的猎捕工具哦。他们呢，飞行的速度很快哦，他们是可以去猎捕在飞行的鸟类以及哺乳类。嗯，大家刚好听到我讲话嘛，因为甜甜他也想讲话。飞行的哺乳类是什么呢？就是蝙蝠啦。哇，看看他们非常的厉害哦，是可以猎捕飞行当中的鸟类的。哦，那我想要再问一下，如果我想要跟甜甜感情好一点的话，他都喜欢吃什么东西呢？要跟甜甜感情好一点，当然就是要请他吃他喜欢的食物啦。那我现在呢，正在给他吃，是他们犀鸟专属的。哎，他吃太快了，一下子就没了。是犀鸟专属的滋养丸，叫做 T16。对，我将现观众朋友看一下，哦，喷掉了，甜甜。有看到吗？对，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哦，是非常棒的食物。哦，那野外的话，他们也是吃 T16 吗？野外当然不是 T16 啊，当然是新鲜的果实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跟大家说，犀鸟啊，哎，他们很重要哦，因为他们住在亚洲啊跟非洲的那种雨林、那种阔叶林里面。那他们呢，因为吃的食物里面果实是不是就有种子，所以他们是非常棒的种子传播者哦，所以他们可以对于维持雨林啊的林相啊是非常非常贡献良多的。对，是这样子的。感觉我们的甜甜看起来很帅耶。甜甜很帅啊，我要跟大家他也觉得他很帅。好，甜甜，甜甜它是亚洲的犀鸟哦。那如果犀鸟呢有分布在非洲跟亚洲啦。对，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真人版的狮子王，因为里面就有非洲的犀鸟。非洲的犀鸟跟亚洲的犀鸟长得是不太一样哦。非洲的犀鸟呢，它们的颜色呢比较平淡一点。诶，为什么会比较平淡一点？因为非洲什么都没有。那如果长得太好看的话，它会被掠食者发现，就被轰吃掉了。那真人版的狮子王面呢，有一只叫沙祖的，它就是住在非洲的犀鸟，它是黄嘴犀鸟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它。诶，跟甜甜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甜甜颜色比较鲜艳，因为亚洲的犀鸟它们住在热带雨林区啊，热带雨林区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食物，所以掠食者的选择很多，所以犀鸟呢就不用特别去隐藏自己的颜色，就不用特别有什么保护色这样子。那他们因为食物比较多嘛，他们的体型呢也比住在非洲犀鸟还要大上一倍哦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为什么它要叫甜甜？为什么它要叫甜甜？这真是一个好问题。我们甜甜可是一个美食家哦。为什么说是美食家呢？因为呢，它可以分辨出啊，今天我们请它吃的水果到底甜不甜哦。你知道我今天我要请它吃什么水果吗？他已经发现了。好的，甜甜，今天呢我要请他吃香蕉还有木瓜。那香蕉跟木瓜，看看甜甜会最先吃哪一个。好，大家有看到吗？香蕉跟木瓜，哇，他吃的是木瓜，所以他觉得木瓜非常好吃。那当然香蕉也要给他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甜甜真是个美食家呢，他知道木瓜香香甜甜的很美味，他最喜欢吃木瓜了，所以呢他就叫做甜甜啦。哦，是因为木瓜比较甜所以才叫甜甜。对啊，木瓜很甜的，我也很喜欢吃耶。而且吃木瓜对他们是很有帮助的哦，因为木瓜可以让他们不会软脚哦，它里面是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呢。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对，而且啊跟你说，犀鸟啊他们在野外呢，其实呢因为都是生活在树林上面，在那森林上面，他们是很少会下去喝水的，他们不会到那种河边啊湖边去喝水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有那种在地上的掠食者要去吃它，所以呢他会用食物里面的水分。那木瓜好好好，甜甜我知道了。来，请你那木瓜呢里面就
就非常富含水分哦，这就是它呢不用特地去喝水，可以从木瓜里面获取水分的来源哦。好，原来这样，看来我们家园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呢。那我们最后要来问一下现场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那我想要问一下，我们的犀鸟到底是要怎么分辨它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呢？那么回答问题，按赞分享就可以抽我们六福村的门票哦。那么六福村是在 Hello 动物直播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